葱的葱油饼，它里面有三星葱，还有一颗蛋，然后还有这个饼皮，三星葱的炸蛋饼，它的外皮很酥脆，你咬下去的话，其实第一口的感觉有一种在吃马来西亚印度煎饼的那种口感跟饼皮的味道。那吃到里面的话呢，就有蛋的香气，还有葱味的香气，加上它里面还有涂了那个酱油，还有甜辣酱，所以我觉得味道还蛮香的。只是在口感上面呢，偏油的，因为它就是用那个油锅再下去炸。如果大家比较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其实你咬下去的话，还是会有那个很油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演艺中心这边呢有不少的展览区，所以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还有一些卖文创的地方。手做 DIY 的活动啊，还有一些文创用品店，然后主要就是现在是夏天，所以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就是大概走几步路拍几张照片就会进去馆内吹一下冷气，然后再出来走一下，然后再拍几张照，然后再进去吹冷气。天气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就买了冰在这里吃。旁边呢，就是一堆的文创商店。渡街巧遇姜母鸭。哎呀妈呀！我没有要吃你哦，不是姜母鸭，不是姜母鸭。
后一站回家前的满意顺心。基本上呢，我去宜兰我都会买这个宜兰的名产鸭肠，然后是这个牌子的，其他牌子我吃的没有觉得那么好吃，特别就是喜欢这个牌子的鸭肠。然后呢还有这个益顺轩，就买了他们的一些面包可以当明天的早餐。然后他们家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奶凤卷，我之前朋友有买过请我吃，然后我就觉得超级的好吃，所以去宜兰的话都会买这个奶凤卷。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